Mr. Cook，Mr. Cook，Mr. Cook，Yeah， 是为什么 ？Mr. Cook， 哎，我们又来了。我们又来，讲话不用那么小声，会收不到声音。哎，你看一下，今天这两位，你看。人气很旺，哇！对呀、啊，男的超帅，超帅的，女的又超漂亮，你输了啦！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混在观众里面，他没发现到我们，没有发现到，我们过去吓吓他们 ，OK。十二点录到两点。哦，你们很容易受惊的呀！看到头发才受惊，看到头发受惊了是吧？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会让你更受惊，接受我视觉的冲击。没有这个啦。今天我们的倪安东对不对？刘湘慈对不对？不得了了，这个是浦子市，这什么？虎爷庄。对，虎爷庄啊。战袍。哦。我们赞助商。你知道老虎叫什么名字吗？老虎 ，Tiger，Tiger 不是，叫丹丹。为什么？因为虎视眈眈。接下来，睁大你们的眼睛，接受这个视觉的冲击。我要变出史上最瞎的魔术。你自己也知道很瞎。看好哦，我的手没有任何东西，对不对？哎。You shut up！ 看好，我只要来吹一口气，再吹一口气。我不用吹哦。呸！卫生纸对不对？看好哦，这有什么东西？哎，吓到！葡萄，看好哦，史上最瞎的魔术哦。瞎，瞎，史上最瞎的魔术，超瞎，超瞎，这是用高粱酒的魔术。接下来不得了了，视觉的冲击，10万块，砸半空。我们的视觉的冲击，陈日升老师，没错，在这里会变个魔术，你们一起来抓。还有，请我们的这个倪安东跟我们的湘慈，如果发现任何的破绽的话，谁知道举手，这10万块就给他 ，belong to you，understand？ 要用中文说一次吗？就属于你了 ，OK？ 有没有闻过这个味道？有没有闻过这个味道？首先呢，表演这魔术之前，我先准备了一个气球，我先吹起来，蓝色的气球，湘慈可以帮个忙，听听看。放轻松，听看，你没有东西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空的。对 ，empty，empty， 空的。中文还不错，空的，空的气球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把气球放在这里。好，倪安东帮一个忙好吗？这样子捏着它，不要碰到它哦，非常。不要摸它。对，不要碰到它。等一下表演过程，没有人可以碰到这个气球。接下来用到是魔术师的好朋友，扑克牌。扑克牌，扑克牌。好，打开来，先给大家看一下，里面每一张。都是不一样的，好，检查一下。好，湘慈会玩扑克牌吗？会。好，帮我拿着它，稍微用你任何会的方法洗洗，洗洗。哇，湘慈，你这样吃我们的，你这样有鬼。对啊，你可以再一次没关系。我有鬼。这样。你们把我放在哪里？好害羞。好，洗乱，洗乱，彻底洗乱。彻底。好，你刚刚是不是偷摸那个气球？我没有，我摸你。素吗？素吗？好，湘慈，在你洗完牌之后，请你自己抽一张牌起来，给现场的朋友看，除了我之外哦。哦。好，抽一张起来。不要看，不要给他看，剩下的给我。剩下给你。好。那我要给他们看。给镜头看，然后给所有的观众朋友看。好。好，观众朋友看到了哈。不要讲哦。那为了让这张牌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，我这里有准备一支签字笔，我想请湘慈在上面签下你的英文名字或任何的记号都可以，越大越好。啊，要我是对不起，是正面还是背面？正面，数字面，数字面，数字面，越大越好。我现在转过来，对，千万一样给镜头看一下。哦，这个人真会宣传，蛮会宣传。好的，笔可以给我。嗯嗯，好，接下来放下来。
扑克牌在这边，随便喊停，放在中间哦。开始，停。好，盖着这张牌，再次确认一下。对。好，一般来说，魔术师把你的牌放到中间为这张吗？嗯哼。嗯哼。OK。看好哦，咋看好？看好。咋板扣？哎。一般来说，魔术师把牌放到中间的位置，平均大概30秒到1分钟之内，可以把你刚刚签名的牌给找出来。但接下来我要挑战的不是一般的找牌魔术，我要用比较特别的方法。你还记得气球一开始在这边，对，没有人动过它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要动哦，因为我要接下来要尝试把扑克牌变到气球里面去。好，仔细看，这假的，视觉冲击来喽，不要动 ，Go！ 哎呦，屁呀！不要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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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动。OK， 好，还记得一开始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现在你把它拿起来，摇摇看，动动看，用力。好，发现有声音，有东西，有声音。好。交给我，交给我，发现听听看，有声音在里面，有声音，有声音在里面，有声音，我害怕它破掉。好，恐怖事情来了，因为接下来我需要一支美工刀，这样靠近靠近，哦，3、2、1 ，Go， Go， 哇，哎，这里有一张牌，有一张牌，掉地板上面，哎，好，而且折起来，折起来，折起来，打开来，好，打开一下，不会吧？Oh my god！ 27号天后之战，不错，是这一张哎，就是这一张，是你的签名，你看一下。对，这是我的签名啊，天后之战，对。等一下，我要确认一件事情。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这时候还没有掌声，有谁开出破绽的？10万块就是你的，举手。你觉得问题在哪里？他那只手在桌子底下。有藏那张牌，另外的一只还好，不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我跟你讲，真正的，你们看出我变的一模一样的魔术，一样10万块。再给你们，可以讲得更完整一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也要跟陈俊翔一样穿透术吗？变一模一样的，是假的。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一次钟哥真的变得非常厉害，我必须坦诚，特别跟老师有学过的。对，你不要吐槽哦。你刚刚已经接近了，你接近，你再看我变一次，完全抓住的话，他在看你变一次，他就抓到了啦。等一下，我就让你抓。借由陈医生大师神奇的魔术，让柳湘子与倪安东毫无戒心的即将踏入 Mr. 哥哥的整人陷阱喽！我要等。湘子，麻烦一下，帮我吹一下气球。我妈祖在我身上 ，OK， 他会保佑大家，会保佑大家看出破绽嘛？来，用力把那个气球吹起来哈。看谁吹得比较快，看谁先把气球吹爆。啊 ，OK， 好，不常吹哈。好了，所以我吹得比较快，我已经把它吹好了。上面有小朋友，厉害了。好，可以不用，不用了，开钩。看好，这是一个气球，对不对？对，气球，气球，气球。好，不好意思。接下来麻烦湘子拿着这个气球，手在下面，手在下面。好，开始，厉害了。有扑克牌吗？没了，散落一地。没用扑克牌，我的牌已经直接变到里面去了。这次手法干净吧？很干净，对不对？干净，直接进去。来，我需要一个道具。OK， 魔术棒。小心哦！仔细看，仔细看。来，你看一下是不是原本那一张？天后之战那张牌已经在里面。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3、2、1。哎呦，来看好了。哎呦，你很烦。真的在里面啊！你看好了。你折磨来宾。你看好，3、2、1。你给我打我东西，我弄的。Sorry， 蟑螂，好幼稚，吓得幼稚，是幼稚，幼稚吗？有很幼稚吗？还有，送给大家新年快乐！谁要啊？好了，哎，我觉得这样对你们不起，我觉得有点真的。放冷箭。你是认为我头发多就是藏在面子？小心。你不要玩了。
力嘞！幼稚的小钟竟然仿效陈日升的手法，但是却在气球中藏了刘湘慈最害怕的小强，被吓得花容失色的刘湘慈可得赶快找妈祖收金去喽。接下来各位观众，视觉的冲击这是真的要来，10万块。哎，庄哥，庄哥，我刚刚有猜对啊。你手下，我们你按照变魔术给你看。哦，变魔术，来来来，好，你看什么都没有，没有。你看，你用数到三，头用力这样下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喂，好耶！不要欺负我们的哥哥。好了，10万块。你好好变，我送你，我送你。当场遭受现世报的 Mr. 哥哥，广告回来即将让两位来宾后悔认识 Mr. 哥哥喽。大师秀魔术，好看又有的学。看一下，很紧，手帕盖上去。有，盖上去。过敏了。不是不是，你要这样拉，你要这样拉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手帕不要盖。好好，让大家。亲眼目睹，手帕底下的秘密。秘密10万块，你好好变，我送你，我送你，你好好变。各位观众看好，视觉的冲击啊，挣脱术没看过吧？接下来我要请这两位来宾把我全身捆绑绑住，我要在3秒之内立刻挣脱。看好了，就请他们两个来绑我，来椅子的。绑你干嘛？要也是绑你啊，但是我是绑你。啊，转圈圈，我帮你绑，因为我童子军。好，要绑起来的，打死结。他童子军呢？来，大概十年前。要搞什么花招了？好，来，绑手跟脚吗？对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我绑了好紧哦。这个魔术其实蛮可怕的，真的，这一不小心没有挣脱开来，就是这辈子都坐在这里上。哎，你这样小心，你不应该先还我这个，你白还的。你干嘛拉？干嘛？还有白水？这样。哦，不错，有绑过人哈。我会绑得很牢哎，不是你们没办法打结啊，你们两个。太短了。少，不行。好，这样，没有，不需要这样，这样就可以打了。哎，这样好，那这样，安妮，好吧，好来。好。哎呦，真的很专业，好可怕。有没有？有紧。哦，可怕！你看，各位观众完全没办法挣脱，对不对？恐怖喽！没办法挣脱，是不是？对，十万块，但是我在3秒钟之内，就可以在这椅子上，让这个绳子我可以挣脱出来。不相信对不对？不太可能。我跟你讲，我变这魔术需要深很大一口气。我们需要退后一步，因为后续需要很大的勇气。等一下，真的要开始了，对不对？要开始。为了你们安全着想，我们往后退一大步，好不好？这个小心小心。我们看他发威。各位小朋友，不要学。